秦王破阵乐是中国唐朝宫廷的乐舞，也是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它最初用于宴享，后用于祭祀，属于大型的宫廷乐。秦王破阵乐是继周代大舞之后又一部的歌颂帝王功德的大型宫廷乐舞，此谱在国内已无遗存，但是在日本却保存有五弦琵琶谱、筝谱以及笛谱等多种。在何昌林老师到日本将所存的唐传五弦琵琶谱《秦王破阵乐》进行解译。下面我们就有请丽雅乐团优秀的声演奏员马潇老师为我们演奏《秦王破阵乐》。